始说我跟他的婚礼为什么我没有来参加，然后还追到电视台。后来就回答了说，啊，你礼金没有拿来，你一直在那边讲什么，然后就没有再来纠缠。天心玉疯狂追求者，变老跑新娘，和老公聊分居送命题。我就是教主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有自己的电视台了，你看。律政剧最佳利益二，探讨各种法律个案。这次查叙回到世元界剧中复仇的案发现场。本来上一秒还很开心聊天，然后下一秒就要谋杀。除了杀人之外，还要带节奏，还要出来，这种情绪真的蛮难。我想说，我跟世元界之前我们都碰过面，后来他第一天来拍戏的时候，立刻排脸。我心想，是怎样？是很不熟，还是他看我就这样？每次见面，他在情绪里。对，我就是想说，你是忘记我们怎么有点私交，还是直到今天真相大白？刚刚在一进来，叫我都。我记得他是这样子啊，我现在这样听他们这样讲下来，我真的觉得我是很幸运的，我顶多就是卖卖鲜蓝水变变钱而已，我也不用跟人家演床戏这样，虽然我一直很希望，你看起来真的好像是真的，是我干脆就开一间公庙。拍的时候真的有一些神机，对，那天在整天在拍摄就是阴阴的，这样都看不到太阳，然后刚好拍到辉哥那一场戏，阳光普照，对，阳光是洒水，对，然后有一个手势，对，这好像也是辉哥自己设计的动作这样子。然后讲完这一句台词，天就开了，对，那个云就打开，然后阳光就洒进来，哇哇，我整个现场都起鸡皮疙瘩。张彦明则是出演双重人格杀人犯，在剧中还过度爱慕天心，我要借由他对我的爱慕，然后推进一步，我觉得用那个碰触是他，所以他会那种。怦然心，对，一摸什么都抖出来啦。他老婆看到你的演出，他有什么？我老婆现在已经八个月了，我有老婆都喜欢把肚子打开，然后一起宝宝一起看这样。那一段就是培君出来的时候，小孩踢得很大力，狂踢是狂踢，然后他就说：“爸爸不是这样子，爸爸不是这样。”心里如果这么疯狂，先学书的意思，一直说我跟他的婚礼为什么没有来参加，然后还追到电视台。新娘是你，新娘是我，那个婚礼，对，我为什么一直还没去？然后每天都来，然后甚至还有送花什么的，就一直说我们的婚礼为什么你一直没有出现？对，闹跑新娘，嘿，我闹跑新娘。后来就回答了说，啊，你礼金没有拿来，你一直在那边讲什么，然后就没有再来纠缠。你跟老公在讨论分居。一方面开始做主持节目了。然后在节目上，我们都会探讨一些，因为主要辣的女生，主要以女生的议题在讲。然后每次收到一些主题的时候，我就想问问他，他是以男方代表的一些意见，就是每次都是问他一些送命题嘛。对，就看到说他要怎么回答，都很厉害，目前都还没有，还没没有智慧，对。